个嘛会通，生意若够拢好参详，那就一定都好酒量。有缘千里会来相逢，无缘对面也无话讲，管他伊什么东东，困难都互相，有好康的爱情交往，这款的人面才会看舒服。你看看用啊！亲家啊，我咧想讲哦，咱以前啊一日干这档哦，实在是无趣味啊。啊，即马就愈来愈亲近哦，我才发觉讲哦，你这人哦，优点这么多。啊你，是啥物优点啦？啊，是不是你讲我当真啊？绝对不是的啦。我来讲，你这个人哦，有学识，啊有风度，啊有才华，哦，啊佫上重要就是讲哦，你反应第一嘞。哎，无影啦，无影，真紧，那是你唔敢甲我嫌啦。我来讲啦，会当甲我这款有学问、有度量、有知识的堂堂顶面代表哦，坐的这道位哦，啊讲对心话哦，找无几个啦。我来讲，你今仔日讲啥啊？你看，虽然你反应第一嘞，啊唔过佫输我忝忝。相公，照我看哦，电话要点我比你较好啦。哎，伯主啊，啊你面色都阿歹看哈。啊你唔是跳脱红舞，我乃跳对遮来。我咧跳八百，咧跳脱红舞，我咧走马拉松啦。啊，走马拉松？啊你是咧走安怎？真假？啊你是你目睭看通哦，你无看样，你气喘出来哦。哦，伯主啊，啊到底什么代志啦？算唔知啊，年生，我伫咧租店要买煮的时阵啊，啊一学生囡仔哦，啊结果足可怜的，反正伊无车钱通坐车，我著摕一百块给伊。啥物我讲的，因阿祖伫咧厝的啦，有通无饭通吃，我看阿年生哦，我著感觉足可怜的，我规下厝我辛苦所有钱拢摕给伊啦。啥物我伫租店出哦，你知影咧创啥无？伫咧隔壁咧打电动玩具啦，你看会去也袂去，我就出声甲喊人咧，出走给我入啦。哦，我想呀，愈想愈气呀。啊，这有影唔正经啦，有影唔正经啦。啊，是讲哦，你哦，你话伤良心啦。你的做人就是安尼，你会记得哦？我讲，我甲你讲哦，我要甲你提拔好人好事的代表，你会记得啊？我实在足伤心的啦。啊，想到这个社会，哪会变成到安尼生啦？啊，不错啊，我甲你讲正经啊，你的做人哦，我实在是足崇拜。我甲你讲。今仔日我生日啦，啊，咱三个好朋友当坐个这道遐饮烧酒哦，实在真正爽。来来来，阿妈，不醉不归，你伤心，我欢喜，一出钱。来来来来，大家开一个，我来陪你啦。好啊，哎，来，赶紧莫爽。来来来，卖贵卖贵啊！贵啊！欢乐啦！来来来，你莫爽哈。阿母啊，吼，我捌跌跤，我啾啾叫了。啊，无叫金姐吼，啊，剩的菜吼，慢些煮的啦，无你先食啦。唉，今天代表爸哦，啊，透早出去，到今嘛哦，还袂入门啊。嘿，你在订什么房啊？妈，来，我今日刚要回来啊。哦，阿母啊，你看哦，阿爸甲妹休袂去这讲今日是的生日啦。啊。这伊袂记又袂记的啦，嘿，嘿哦，嘿，一年有那365天半哦，吼啊，恁爸上会记哦，会记一工安尼了，吼，哎，我咧想吼，唔知走去啉烧酒的，我呢袂放心，我来去找看卖啊咧。妈，
我看你卖去啊，你对这嘛有讲过啊、嗯？一年365天，今年上大啊，你得放伊一天假嘛。阿母啊，吼、你也知影啦，人个寿星吼上大，你知影无？哦、嗯，嘿妈妈。我知你足关心伊个啦，你唔免烦恼遐尼济。那我们咧讲啊，讲阿母都爱互相体谅、互相信任，安尼唔才会久久长长啊。阿母，哦，我若说吼，即句话哦，讲了上正确个啦。哎、对啦，正确是正确，啊，毋过吼，我若是袂放心，我若是我来找一个啦，吼、麻烦恁恁先食饭啦。我看我还是来找妈妈好啊。哎、欸，无啊，你，金枝啊，好、拜托你有啥物好料，你紧捧出来好无？我枵死你哦，你一只烦呢。谢谢啦，吼、来，你看这脸，哦，你两斤啊，你足到嘞百几公斤啊。对啦，对好啦。对啦。啊，我要搁啉寡。我若要靠你，我啉无爽快，我要搁继续啉。妈妈，搁挂来。我跟你讲哦，我是欢喜哦，我才有啉啦。我来先生，你欢喜你才啉对无？嗯。啊，若我是急性，我才啉啦。你嘛拢所知影，我有钱啊，我足侪钱的。也毋过哦，钱无路用啦，啥物物件都买袂着。啊，我感情一大堆啦。也毋过哦，不管大人囡仔，拢无要挃我的感情，干来要挃我的钱啦尔。你讲我是不是会结心？吼、哦，好做啊。我是那是哦，足想要接受你的感情。也毋过哦，咱就熟悉了成过关。陈姐，你着知，我烧酒若啉落，我就唔敢回去厝。啊，阮迄厝的好爸母也咧找哦，伊着讲伊无看我。啊！我抓一担，甲你烧酒，酒钱，酒钱。尊啊，你要抓只哦？公啊，我转去阮家，嘛是家己一个孤孤单单，我也乌白想。歹势，我小带你只倒一下吼。啊！都一个台要倒一边啊！你袂法食啊！喂！啊！好，转来啦！哈！啊！我甲亲家即马吼，哦，甲西公啊，想买阮两个即马感情，我骂你咧！哈！好呢哦！好！再去！食啦啦，食啦啦！好起来！你莫要来啊啦！啊！我莫要来，我你莫走。哎，伯祖啊，伯祖啊，歹势，先输输先啦，拜托你转去啦，好无？啊啊，伯祖啊，精神啦。你要叫我转去，你也要叫我走，你哪只无感情啦？我哦，看看世间遐尼啊侪查甫无甲一个可靠，看来看去，都敢若你上可靠。你若要赶我走，嘛歹走，唔歹转去。拜托，甲你扶转去啦吼，甲你扶啦，我甲你扶啦。我转去。好啦。这嘛甲差不多，嘛像一个查甫人讲的话。你要送我转，我要搁啉哦。我转下再陪你啉啦，好，来。我要搁啉。你敢真是遐尼爱我？我才不爱相信呢。你去嘴吼，像我讲的甜言蜜语啦，好听话是啥物人袂晓讲，对不对？我若要讲话，比你较贤讲的。哼，哈，你要这看我？袂用的啦，这是阮小姐的别种呢，唔是凊彩人吼，都用得来的了。袂用的啦，讨厌，讲到一大堆着。你若要来吼，无嘛就爱等阮小姐无伫的时阵。是讲袂用，阮小姐无伫的时阵嘛袂用的来啊。好，我袂跟你讲，可能是阮小姐倒转来，我较暗吼，再敲电话给你，好，拜拜。来啊！
来，收啦，收啦，收啦。哎呦，怎样的啦？哎，阿三唔知。阿三唔知，这做好歹，我叫笑瘾头，阿心里咧有阵啊啉烧酒，只。来来，家家需要坐，坐。啊，有影个事。阿娘喂。啊，个事是啦，事是啦，有影哦，即摆这司机较好人，我真想阿变出去。好啦。我交你，交你，我来做，我来做。动，你袂用来转去的啦。安怎啦？哦，你无看我咧，一只敢若七鸟啊咧。啊，阮小姐吼，一阵较袂输过开车咧。我来叫总店，着头青目肿，我若差油发咧啦，你来甲我斗相共啊。我已经真忝啊咧哦。真的是安尼。好啊，安尼吼，咱再看电影。啊，电影来看啥时阵？咱就来回家。咖啡啉啥时阵咯？咱再过来坐，个。好啊，那我嘛就想你了呢。是啊。阿春，哟，是谁来给我烫衫？我一声吵，我刚刚男朋友讲电话，我煞袂记去穿衬衫，我今仔阿姑陪你哩，我。我无，哎，唔是我，怎啦？有啥物人来过无？有，丁王啊，迄丛哦，是丁王阿嫂，你倒转来啦？啊，伊讲哦，伊甲你是好朋友呢，其他我都唔知影啦。小姐，管他伊什么东东，困难都互相有好康的。哪个无来入来啊，无啊，送米来啦，互你食。送米，我老婆叫你去抢米哦。哎呦，唔是啦，伊个送甲这个送无同啊，这是了免钱要送来互你食。这为虾米的？为虾米的？啊，就是以前你喜欢失败米下，就是为着咧，我唔知你送来互你食。哎呀，你就知影，阮兜吼，啥物拢无，米吼烫海，哎，互你一世人吼，食拢袂空。送米啊！你嘛是对我真好对，阿哥，阮这个袂晓收你的米啦，我看你也是家转转去啦。嗯，啊是安怎？阮也无啊可怜啊啦，那这个无法度，上加是家店的关起来，我才搁去给别人请出头路嘛。无啦，米啊，你若讲安尼，爱店关起来，再讲啥物，迄个就无可能。你也唔收，你是啥啦？是今日暗暝吼？袂啦，金环啊，是真灵力的啦。卖啦，你这米吼，我是免收的啦。米哈，你安尼无意思呢？啊，我无简单哦，把这米安尼爱偷杀出来，我是惊我心内机，伊就知影，你知无？啊，即摆你叫我转定啊，我咧转来，啊，等我转来转去，啊，就毋是咧，就要遭受玉果。是啊，金姐也无同意哦。是，你袂个哩，这米吼，我看你也是紧来转转去啦。你啊，卖安尼啦，你卖安尼乌白收好无？你安尼会加烦呢，这。啊，这个米吼，你也卖讲啊，我也卖讲吼，嘿，拢无人知影，对不？阿哥三桂，我该用几摆？三桂啊，三桂！哇，三桂啊，真多谢你。兄弟哈，啊，恁店是安那咧开开啊？什么要关起来？足侪人吼，等下甲讲吼，迄啥物款米价吼，我惭愧啊吼吼，嘛足紧就关起来，你甲看啦，我人我只着顾甲即摆嘛顾啊熬足好个啊，对无？时代进步啊，即摆别人拢嘛用新的机器，我若阁用手工个，当然嘛对时代袂对啊。好，啊人讲我戆吼，你咧比我较戆，哎，新的机械吼，啊你拢袂晓用安尼？毋是袂晓用啦。是我无钱啦，啥货啊？哦，光飞波叫啥货无钱哦？我有，我讲吼，哎，唱歌，唔通安尼啦，我了解
你的心，啊，不过吼，阮是爱大条，唔是细条的啦。你啊，还是大条。啊，百几万的呢？若是安尼，我无可能讲这间店开遮久，就爱给伊关关起来。你啊，百外万虽然足大条啦，啊，不过吼，你放心，阿财我心中我绝对吼会甲伊斗想办法的啦。唔免啦，金环已经出去想办法来了。啊，不过金环到今嘛还袂回来。咪啊，你别哭啦，你也哭哦，我都经常要对你哭。你今嘛呢哦，我是袂安怎？咪啊！无紧，我转来哦，甲你斗想办法吼。啊，你莫伤心啦吼。我即摆是转来啊。林志，嘿，林志，你看我甲你带遮侪物件来，鱿鱼啦、鸡肉啦、鸡翅啦，拢你上爱食的。你想怎啦？阿姊，我嘛唔知影，我最近吃哈尼食这啰臭的物件嘞。哈尼吃？阿姊，你有心啊？有心？啊，你家己有心你都唔知影，你是在搞糊涂呢？你想怎啦？走来嘛唔来？这个时阵才会来，美玲，我顶下才来一日了尔，我实在是唔敢讲，这个囡仔搁予伊抱去。好啦，阿姊，恁莫安尼啦，你即摆这么紧张，到底是咧欢喜还是咧烦恼，我拢看无啊。你先莫紧张啦，即摆爱放我轻松吼。啊，无安尼，我带你来医生馆检查一下。不要紧啦。我等金环回来再搁讲啊。滚！玻璃脏哦，敢灭过冤仇？什么你灭过？无一项灭过项啦。你脏哦，若无去甲阮某灭过哦，我咧啉烧酒，阮某哪会甲我脏回去啊？啊，真假呀？莫讲甲歹听，迄是恁某家己拄我敲电话来，恁问什么？我咧甲你灭过。啊，听我美玲讲，你昨暝叫恁某安尼杀回去了后，啊，安怎无啊？那安怎？嘿，歹势啊，昨我。承认嘞，受伤上大嘞，伊敢安怎？哎，安尼讲起来，你嘛可怜了哈。受伤上大，安尼你一年唔使干那上大一工尔。不，我问你，啊，你昨哦上波珠啊倒转去了，啊又甲你讲一堆无？哈？无啊，行到半路就安尼醉到一口干那死人嘞，啥物嘛无讲。我讲。喂。功能难搞。嘿，伯爵，啊，你昨啉了有爽无？你是咧讲什么笑话？已经啉到出代志，还要搁啉？你爱叫天王听电话啦？啉到出代志啊？哦。我。喂。天王，你讲，你要拍算安怎？阮谈伊什么东东，困难都互相有好康。你讲，你要拍算安怎？到底什么代志要拍算安怎？你，安怎？我若知安怎，我电话都挂断啊！哦。真假啊！你平常时啊吼，哦，结交啊足正派，啊，想袂到你烧酒一饮落哦，骨卡拢缩出来。你昨昏做什么好代志？我哪有在做什么好代志？哎，你卖你讲梦噶！我昨一点啊烧酒都无，你们是你甲宝珠两个人饮到吐吐了哦。我坐。伯爵，我甲你讲吼，你是我的偶像，嘿嘿嘿，无要紧，
你有什么代志哦？你做你讲，你做你讲出来，我替你做主。哎、欸，唔免惊见笑，唔免惊见笑。我跟你，你讲，你讲，你讲。我要找丁翁，你叫伊听电话好不好？喂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不知道，咱这小拜托你好不哈、啊？我即马甲阮亲家即马咧行去行到等你爽了，啊？啊，无你安尼七早八早敲电话，你敲衰，敲心酸啊呢？啊，我无迄个时间听你伫咧敲电话啦。平安，我要见你，我袂去别人，你出来好不？咱约一个所在见你，我有话要问你。啊！你跟我见面，跟我一日。啊！啊什么所在啊？啊！你再讲一遍，倒去啊！哦，我知。啊，那迄个所在，我定来去咧。嘿，哈、啊，不见不散哦。咁遐严重？啊？嗯，哦。好啦，我知。嗯，爱听爱听爱听，你该讲说。哎，伊都，哎，你毛甲都挂起来啊！哎，亲家，我看你惨，好，无处啊，佮佮你约个，讲不见不散哦。是安尼，咪讲要到下晡两点了。下晡两点，啊，我看你惨啊，你惨。这样代志哦，你若无去哦，到时哦，无处真走去自杀咯。啊，佮你靠腰啊你！